看龙宫是怎么啊，怎么成为法西一哥的啊，来了啊兄弟们啊。好，这个是增加对召唤兽240点法术伤害结果，可以叠加啊，这个是五行为水石啊，增加了啊，这个原来是增加对召唤兽增加120，这个是最高可以增加240啊，四杠一还是129改龙宫啊，增加120点啊，固定召唤兽啊伤害，这个很明显任务没有用，这龙宫他妈就改了个增加牺牲五行被人克制的风险，然后他妈只增加了120点召唤兽伤害结果啊，龙宫就结束了，就他妈增加120点法伤结果没了，暴击增加240，我他妈的炸宝宝多炸120啊，原来就有120，现在240。好了兄弟们，龙宫应该没有了，1到3的小蝌蚪一样的。